希望开拓他们的眼界。做童星扮男仔，有线主播张正文拍过 ETV。妈妈，如果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时空穿梭机就好了。想要时空穿梭机好简单啫，我哋一齐嚟回大啦！你哋公主可能上当受骗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。这个浓眉大眼的妹妹仔是不是有些熟口熟面呢？她就是2010年加入有线的靓女主播张正文咯。早两日跟你讲过大台女主播吴楚莹，16、17岁曾经在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饰演少女版钟嘉欣。原来隔离台的张正文跟她一样做过童星，当时得10岁女的张正文经常在教育电视入面做女主角。华明童星校服录梗在吴少德，还有古装造型，当时还曾经跟个 Miki BB 合作同一个节目，不过两个就没对手戏了。我想写一篇关于树屋田庄一日游的文章，但是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怎样开头才好啊。小个已经这么识做戏，不做艺人真的有点晒啊。虽然正文 BB 的曝光率没有大台主播那么高，但是他好识同网友互动，还经常在 blog 到回复网友留言，勤力过班大台主播多多声啊。最近他在私人 Facebook 到静鸡鸡拉了 TBB 新闻部袁公峰联署信啊。占中期间，静文 BB 还同粉丝讲必定更受岗位，正气又靓女，又难怪他更受观众关注了。